哦，好好听哦，就是一个很抒发内心的一个乐种。那我觉得越南音乐呢，有一种很淳朴，那它保留了一种民间乐种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叫做活性传承。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背了同样的骨干谱，可是每个人抒发出来的音乐的样态样貌，其实都反映了每个人他自己的乐感跟他自己的生活的感受。所以我觉得达到非常，就是一个，如果说我们学音乐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调冶，为了自娱，为了一种就是修身养性的话，我觉得在越南音乐的就是传统音乐的推广呢，实际上它这一点的实际作用做得非常的好。就是不是我们学音乐不是为了要考音乐系啦，是为了要做一个音乐的专业表演啊，而是真正的落实在生活里面的一种交流。我觉得这种还是可能我们可以面对，就是现在越南这个传统音乐里面，他们现在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所传承跟他们现在所普及的一个状态。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了一点点，我只是很粗糙的一个演奏，不过真正的5月14号的大师呢，请大家期待，不是比我好太多太多了，谢谢。